你是否渴望到达一个理想的城邦？在那里，感受内心的声音，聆听自然的召唤。那是一个自由的城邦，如同跃动的海浪和飞舞的风。于是，你的爱和梦想找到了归宿。杭州湾北岸的国家森林公园，屏蔽了喧嚣。进入九龙山大门，你便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在10.12平方公里中，你可以深深的呼吸。茂密林荫尽头，大海直至天际，山、海、岛，构成一个悠然胜境，仿佛来到亚德里亚海岸。圣马可广场空气中弥漫着浪漫而随和的意大利风情，时间被遗忘，但内心开始了苏醒。在纯真的教堂，与心爱的人牵手，威斯汀酒店等待着你们的到来。这座意大利宫廷风格的建筑中，浪漫时刻静静开始。将军高尔夫俱乐部，穿越在山海间，这是世界级设计大师与自然融合的结晶。和好友一同挥杆，鸟鸣声陪伴着畅谈，亦或感受贴心的照顾和阳光沐浴，海浪声发出了令人悸动的召唤。将军游艇俱乐部，国际标准私人会员制俱乐部，它昭示着九龙山的另一种精神，唤醒你沉睡的豪情，仿佛当年的帝国船队与你比肩。同样激动人心的还有赛车俱乐部、飞行俱乐部，时间与空间的挑战向你发出邀请。先进的四季恒温水上乐园又充满欢乐，还有宜人的温泉，身心在此刻放松，此刻即是天堂。九龙山的山林中，海岸边点缀着风情万种的人居，在这片从太阳升起便开始升值的土地上，你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园。把游艇开回私家泊位，是九龙山别墅主人的专属，世界上不可复制的珍稀之地，承载着你的富足和情怀。钟声伴着海浪传来，外蒲山上观音禅院保佑着安康和久远。九龙山马会俱乐部，中国首家马球马术运动会员制私人俱乐部。城堡马房中，纯血马骄傲的身躯渴望纵横驰骋，那亘古不变的力量给予你决胜千里的信念。
九龙山已成为世界的焦点，当大家相聚于此俯视奢华时，便有了真挚的交流和理想的萌发。九龙山，中国东海岸的理想城邦，它就在那里，孕育着爱、梦想、自由和豪情。理想之城，九龙山海湾度假城。